个组号，左线不是过这个柱子，是往，是过这个五柱线下面这个柱子。就要做他的耳朵了。左线继续加三个柱子，用左线加三个粉色，这个粉色你可以画别的颜色，其他颜色你自己喜欢都可以，加白色和黑色互换就行。加三个粉色，数一下一二三，过第三个柱子。一二三。然后再穿过这个柱子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左线过二，这个时候就是过，继续过两个，左线做这两个，右线再加二，右线成功过左圈。三个粉色数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从第四颗上面过去，一二三四，从第四颗上面过过去，这样两边就对称，看一下，然后再过第五，再过这一颗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就做好了，然后左线过一，变成这样子。之后用右线加一个小号的黑色，这个黑色是八厘的，这个是四厘的，看一下。然后从这个柱子上穿过去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这个柱子穿过去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这个鼻子就固定好了，看一下。接下来左线过两个，过一个黑色，一个白色。过一个黑色，再过一个白色，然后用右线也过一个白色，
不是没有线吗？用左线过这三个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这样子，把线调整在一起，看一下，然后打个死结。你这样子拿，打完十字以后你就这样子拿着，这个头面啊朝着你自己这样子拿着，然后左线是这边，右线是这边，大家看一下，变成这样子，用左线，用右线加三个，三个打空，左线不动，右线再加上。过一，在哪里过一呢？在这个三柱圈里面过一，就你们刚才做第一步做那个三柱圈，它这四柱圈是在这个柱子上，所以你接下来做线要过这个柱，这个三柱圈，这个柱子，看一下过这个柱子，变成这样子，右线加两个，打个U形成四，看一下你就变成这样子，身体是这样子，看见没有，就这样子，加 一颗白一个粉，然后就回穿这个白色，就变成它的脚，然后左线过前面这个白色，看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一白，又穿一个白一个粉，然后再回穿这个白色，还行。然后又形成了一个角，看一下，接下来左线继续过一个白，过这个白，拉紧就变成这样子，看一下，然后用右线加一个白色柱子打扣，继续画下脚，这个时候我们用右线加一个白，又加一个白一个粉，然后回穿这个白色，做好另一只脚，然后过上面这个白色柱子，看一下，右线不是左线也加
一个白一个蓝做成一个，还是一样，回穿这个白色做成另一个角，然后再过上面这个白色，看一下，然后要做它的尾巴了，随便一个鱼线都可以，你就哪个长就用哪个。鱼线加两白一粉，然后再回穿两排，看一下，就形成了它的尾巴。然后这两个线打个死结，接头拉到珠珠里面，然后再各过几个珠子，然后剪掉多余的鱼线就好了。这个宝贝就做好了。